我认为你需要面对你的过去。盘算什么？钱。你真的和酸家有过一段情？他是个疯子。我可以取消婚约，然后跟你去台湾。我们不能在一起，我被诅咒了。不，你没有啊。爱就应该延续，难道你要扼杀了爱情？剃头刀，星光在线，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，8频道，你也可以在 MiWatch 免费随心选看。以上。